女子甲组100米栏，第一名常安然，天水围巡道，时间15秒75；第二名叶仲玲，天水围巡道，时间16秒54；第三名邓学仪，各一位，时间16秒61；第四名曾晓林，拥有。第五名张海南，崇德。第六名张海晴，崇德。第七名梁雪瑶，邓少棠。请头三名的同学可以带同你的运动员证到司令台领取奖牌。